我们一家访问人。僵直性脊椎炎的没有办法到他们那边面试，也没有到那么，因为他鞠躬要九十度。一般来说的话，我们双手就放在大腿上面，是这个地方，那往下是九十度。所以你们有要求员工在开店之前，每个人要先拉过筋或什么？你讲的是云门舞集吧？你们都会有那个耳机会告诉的，对，说他是第一次用餐，第二次用餐，真的，或者哪里来的客人？那会不会讲说这是 OK？